啦吼，水要不要带？要不要带水？要啦，你要带水啊。水这一瓶留着。哦。你要去后山嘛？哎呀。哦。后山很快，十几分。好，我们要跟你一起去吗？你不去吗？要啊，哎、啊，等我一下，拍一下。我知道我还没好，我是先把衣服拿去车上放，好不好？哦，呵，辛苦你了，还不要一起去就好了啊。不要踩到我的脚，你踩到我的右脚。